是做发型师，所以说才接触到这个碎头的。啊，突然就有一种想法，我感觉基本上要是说给它调整一下，用这个碎头啊，简单的描绘一下，是不是能给打化差不多？以前没有学过画画，就是喜欢啊，经常会去钻研。比如说我最开始作画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图我喜欢，我就照着那原图模仿，为了做出来。就是说慢慢慢慢的，之后就不用看原图了。头发第一点要加工成细碎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挺复杂的。头发它容易静电，而且它特别轻，你不好拿捏，不好打线条。然后你万一散落的时候，你如果你这啊，如果你不够专业，你不能把每一个立体感和每一个啊，比如说阴影给散落的那么均匀。